是送到皇后呢，还是送到皇上呢？送到皇后那，让皇上亲自过目挑选。到底是送到皇上呢，还是送到皇后呢？呀，哎呦，我大。我不是说的清清楚楚吗？送到皇后那，让皇上亲自过目挑选。李公公，你快去呀！李公公，听说朝廷怎么被打了胜仗，皇上格外高兴，要挑选临行后宫佳丽。是啊，雄鹿反击是大患，探寻大帐上百年，也算是皇上圣明国运转。皇上说要召见俊秀聪慧的新人，你说这掖庭待诏，就算加上后宫嫔妃，还有谁能比得上昭君姑娘？对呀，昭君姑娘的德容才艺，只要皇上能见她一面，就一定会宠幸有加的。张姑姑，你说这我信，可怕的是。
皇上他压根儿就见不着呀。对呀，所以这回李公公拿你可要啊，这是我多年积攒的一些珠宝，算是昭君姑娘对公公的一点心意。赵姑姑，你这我可承受不起呀。李公公，你千万不要见外。那我就受之有愧了。哎，张姑姑，张姑姑，你就等好吧。兄长啊！
见，真叫人可想可气，有气酸，有气酸啊！天喜得金牌来，万岁召见，王昭君随心愿，聚散愁容远了期盼，小曲哀怨尽欢心愿。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在宫里不能唱这些男女情歌。姑姑，在咱们老家，大家都很喜欢听的。别说了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要平心静气，虔诚祈祷皇上召见恩星。姑姑，皇上可遇，后宫带上刘丽娘，姿容端庄，德言可嘉，恳令赵彦宗。也听待召王昭君听旨，
皇后娘娘一旨，后宫待诏王昭君行为不断，多次吟唱乡音离曲，宣赞不伦之情，违背纲常，有失妇道，即令打入冷宫。冤枉啊，我姑娘，冤枉啊！莹莹莹，别哭，不就是打入冷宫吗？昭君姑娘，这就去。姑娘。哎呀，公公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啊？嘿，都怪我糊涂啊！就怪昭君姑娘，她长得太俊了，太像一个人了。你说昭君她长得太像李夫人了？是啊，只能知道的。当年皇上宠幸李夫人，弄得皇后娘娘差点被废。娘娘看见昭君这模样，她怎么敢叫昭君给皇上见面？那可咋办嘞？难道说就没有一点指望了？都打入冷宫了，还能有啥指望啊？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。我可怜的娇儿啊！张公公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嘞。啊，那你就多费心了。Thank you.
寒气心惊恐慌的出的女人，你叫个什么名字？王昭君。现在都实行这个郡那个郡的了。我来问你，来之前住哪儿啊？夜听待找。是吗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夜听待找，夜听待找都带到这冷宫里来了。郑君啊郑君，你能得好死吗？郑君，郑君是谁呀？王郑君就给你差一个字儿。那是谁呀？你不知道，就是王皇后。皇后她姓王吗？也姓不了几天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听说过郑监狱吗？没有。什么？你连郑监狱都没听说过？没听说过就是没听说过嘛。你把衣服给我拿来。给我穿上。你的手又没断，不会自己穿？你咋敢这样跟我说话？我就这样跟你说话。回来，回来嘛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啥也不让你干，还不行吗？我自己穿上。来来来来来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别让我一个人待着啊。哎，我待这都六年了啊。都六年了？对，都是王正军高丽贵。你来这儿恐怕也是吧？我不用说了，一定是他。你长得太漂亮了。哎，你犯了什么错？跟你一样，就是因为我长得比他好看。是，你长得是挺好看。是吗？我觉着我都老了，不过就是老也比他好看。哎，你啥时候能出去呀？快了，等到王皇后死的那一天。那要等到哪一天？他干了那么多坏事，害死了那么多人，皇上是不会不知道的。咋，你不相信？我不知道，听说他家里有十几个人都封了侯，在朝里做大官呢。你说他家里十几个人都封了侯，都做了大官？是啊，连这你都不知道？现在后宫的事儿就是皇后做主，听说有很多事皇上都听他的。完了完了，
为什么？他家里十几个人封了后，他这个皇后算是坐稳了。怎么，你想跟他争皇后？什么？我要争皇后？这皇后本来就该是我的。就出去，出去！
只在一旁，竟满心而无见心，昏黄黄而泪里伤。
单于的车驾真威风啊。哎，可惜皇上要公主嫁给大单于，公主都不愿意去呀。听说嫁给大单于到匈奴就是大胭脂了。大胭脂？大胭脂是什么意思啊？大胭脂就是大单于的皇后啊。匈奴大单于的胭脂就是皇后啊。是啊。姑娘啊，烟雨云云，姑娘，姑娘，烟雨云云，李公公这墙外在干什么呀？昭君姑娘，匈奴大单于胡汉也几千里路来到长安，要去汉朝公主，皇上赐天下大宴三天，全长安的人都出来了，都要看我们汉家皇帝的新女婿了。匈奴大单于为啥要去汉朝公主？这胡汉也大单于想和汉朝和睦相处，签了盟约，又来京上表求娶汉皇公主，这样一来，汉匈两家就成了亲戚，以后世代亲和，永不打仗了。也不知哪位公主会嫁给这个大单于呀？皇帝旨意，朝内公主后宫佳丽，还有掖庭待诏，愿到匈奴驾驭大单于的都可以报名请行。哎，可惜呀，公主和佳丽没一人愿去啊。没有一人愿去？哎，千里大漠，荒蛮野地，谁肯愿去呀？可为了边陲安宁，汉匈和好，这亲事又势在必行，为这事儿那皇上都急上火了。哎，请问李公公，那我可以报名请行吗？姑娘，这是为朝廷分忧，当然行啊。不过昭君姑娘，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啊。那留在汉宫，以你昭君姑娘的容貌才华，这荣升的机会总还是会有的。可你要是去到那里，可不敢呐，万一被点了去。点了去才好呢，宁愿随昭君姑娘一块到匈奴去。月月也去。到掖庭令那儿去，我要报名请行和亲。昭君，拜访列列考拜过，我没过去和
生日月所知，胡汉业大才于好。哦，吴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？参与厅德鲁长老再次叩请大单于不要娶汉朝的女人。参与厅三长老会上，两位长老都支持我娶汉家公主，我一一决，为什么又重提此事？大单于呀，凶汉是天生的冤家，停战和好是早上的露水，长久不了的。要是汉朝女子当了大单于的胭脂，生下儿子，他就要篡夺单于的大权。三次无端之罪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匈奴人和汉人都是夏禹王的后裔，本就是一家人，而且汉朝文明长盛，国力雄厚，我们离不开汉朝。过去百年征战，匈奴人日渐减少，匈奴人的日子越过越糟。这几年停战修好，官吃火药，汉匈两边百姓的日子都好过了，匈奴人的人口也开始兴旺起来了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他们是担心汉人。不要说了，你的姐姐，我的大胭脂已经去世了，新的大胭脂一定要是为汉家公主，这是上天给我的启示。只要你忠实遵行上天的启示，我会一直把你看成比亲弟弟还要亲的。大单于，天子要在正殿赐见大单于，以礼奉爵，不远了。哦，窟窿旗，二三，带上你的虎蹄，随我去见天子。哎呀，明白，天子是喜欢虎跃的。少爷。我的人在北河镇官事上把汉家商队抢了。怎么，你怎么这样大胆？我只是让你骚扰一下。我怕不疼不痒，惹不起皇帝的火。这
汉朝皇帝的盛怒定会落到他新女婿的头上，我们的人落到汉人手里没有？他们完全没有防备，我那两个儿子带着骑兵像一阵狂风刮过之后无影无踪。好，你先去吧。是。胡汉夜叉女，这几日你们在长安游玩的可好？陛下，臣在长安可以说大开眼界，受益匪浅。哦，是吗？陛下，谢天子恩德厚，知情款待。情花开，心情好如同诗，心间的蜜和奶，护家神和青色更动情怀。看一场雨，你就要离开长安了。临行之前，朕要送你一件礼物，愿这件礼物给你带来幸福，给匈奴带来安宁吉祥。胡汉爷，谢陛下圣恩。传吧。呈上有旨，宣侯廷丽人王昭君进见。听王昭君见过天子陛下，天子万岁万万岁。请贵人仰望天子。遵命。贵人朝拜大单于殿下。是，后听王昭君朝见大单于殿下。是谁若让我眼前忽然亮刀山面？
陛下，下面还有北宣的美女，还要往下看吗？不急，不急。大单于呢？就依天子陛下吧。韩宫中居然还有这样一位未曾雕琢的美玉呀，好像昆仑山上的明珠，闪耀着耀眼的光芒。姑娘，你为我们唱一支鹿鸣之曲来还珠单于吧。陛下，望昭君万死，昭君没有学过此曲。哦，陛下，昭君愿唱一支比鹿鸣还要近宜的歌。什么歌儿？唱响之。唱响之。陛下愿听吗？姑娘，姑娘，可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就唱吧。谢陛下。下面有人伴奏吗？陛下，就让我的老农给大家助兴吧。他会演奏什么乐器呀？陛下，老奴愿用胡笛伴奏。好，一个汉家姑娘，一个塞外老农，看看他们能唱出什么调子。好，你就唱吧。谢陛下。
官得死万军丧，为什么鬼王来来公园他气话迟迟未问详，堂提来此事多蹊跷，多蹊跷，回头来还需要陛下，陛下，你不觉得你有罪吗？望昭君万死，昭君没有迎奉陛下圣意，在这样的嘉宾面前唱这样的儿女情歌，岂不是有失礼数吗？陛下能容昭君一言吗？你说。陛下若容昭君一言，这样的话是要站着说的。好，你就站着说。谢陛下。称声法于行，心垂意。此歌虽唱的是儿女之情，然其诚其性其志其意，与陛下治理天下、富有百姓的大道理是相同的。如今汉兄一家情同兄弟，这兄弟之间不都要长命相知、天长地久吗？长相知才能不相依，不相依才能情不断，难道陛下和单于不想长相知吗？难道单于和陛下不要情不断吗？长相知这岂止是儿女之情，更是人间吉祥和睦的大道啊。长相知离天安地，还有世代苦兄弟，长相知结连理，还是一家名相依，名相依。南北干戈又不息，四海不共长，太平兴。说得好，平身。谢陛下。姑娘，这些道理是谁教你的吗？陛下，我兄长在边关打仗十年未回家了，他捎信给我，他说。他说什么？他让我向陛下进言，若是胡汉贺蒙不再打仗，他就可以回家看望俺爹娘了。看来他的心愿能实现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你怎么也会演奏这个乐调呢？陛下，这塞上胡汉两边的百姓都喜欢这个歌调。哦，汉人胡人都会唱。都会唱。启奏陛下，北河镇十万火急欲速传到长安，请陛下圣裁。小请带读。
北河镇都尉祁连将军急奏天子陛下，昨夜匈奴骑兵突然袭击，抢劫汉朝商队，将货物一扫而空，又乘风纵火将官室烧毁，臣等即派兵马追剿，呼其遁去。好事，不要往下念了。陛下，这最后是祁连将军急走的重点，那你就念吧。北河乃汉匈合约签署之地，此次匈奴出尔反尔，用心叵测，臣叩请陛下对合盟大计深作考量，重大举措宜稍缓，待北令意图清晰后再行定夺。吴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消息突然，微臣毫不知情。哼，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？陛下，姑娘，方才你说什么相依相知是怎么讲的？陛下，长相知才能不相依，不相依才能长相知。对呀，不相依才能长相知，兄弟朋友之间不就是这个样儿吗？胡汉也单于边塞上的事，出人意料，总是难免的。但是，对你我天长地久的兄弟之情，合盟大计，这并不算是一件大事。匈奴内部刚刚太平，就有一些不臣之徒找单于的麻烦，趁你在长安，要给你难堪。中原人，难道可以上这样的当吗？圣上高瞻远瞩，体谅单于，胡汉也感激不尽。然凡臣作祟，是为单于之责。实才昭君姑娘长相知之说，令胡汉也感慨出神。诚心不礼，无言对天下；礼义不容，无以应贵人。臣妻天子云单于今日急赴北河镇查明此事，给天下给汉廷一个交代。好，大单于执意履行，刻不容缓，朕乃热血豪情的英雄。这样看来，就以大单于之情，今日之会暂且延期，待来日天气晴好，朕与单于重摆盛宴，选定佳人，一成大礼，众卿以为如何？好，天子圣裁，臣等敬佩，谢天子圣恩。昭君姑娘，请收胡汉爷礼。礼，大单于。
郎君，情兄妹一样，更难得同为君娘忘忧时间，大殿上应答得听，全与家宴，这样的好女子我请了三年没见面，皇上，昭君姑娘到了，已在门外候着呢。快快让她进来。啊，是。昭君姑娘，昭君姑娘，皇上让你进来嘞。爱卿啊，这是朕的寝宫，不必约束，手抱琵琶多有不便，来交给朕吧。坐下，让朕好好看看。谢陛下。
青春无限惹人怜。数尽六宫待忽然斩，回眸一笑。圣恩如此天下之礼，昭君是不敢当。爱卿啊，只要你能原谅朕，今后你就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无忧无虑，笑颜常开，朕就放心了。亲自来到前，这叫寄香玉，是母后传给我的。母后出身民间，外公把这块假传玉石交予他贴身佩戴，希望女儿一世平安。母后进宫后命运坎坷，几次经历磨难都能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。母后临终前把他交到朕的手里，嘱托朕要贴身佩戴，这是母后留给朕唯一的祥瑞半身之物。他虽非皇宫珍宝，在朕的心里却是最珍贵的唯一，也是最灵验的护身之宝。朕今天把他送与爱卿，请可理解朕的心意吗？陛下至亲至尊之宝，昭君德不负前，世事不敢凌用。爱卿啊，不必惶恐，坐下听朕慢慢详问。谢陛下。
卿啊，朕来问你，你进宫为了什么？为了嫁给陛下。好一个嫁字啊！不是嫁吗？俺乡下的女孩子是要说嫁呢。好好好，嫁就嫁吧，朕喜欢这个嫁字。爱卿啊，朕我要你留在汉宫陪伴朕晨起读书，月下弹琴，相亲相爱，共度春秋，卿可愿意？陛下不是让昭君出塞和烦嫁给大单于吗？怎么还能留在汉宫呢？出塞和烦暂且不讲，朕只问你愿不愿意留下。爱卿不要害怕，只管说出你的真实心愿。陛下，小女子不明白，小女子已亲信和烦，陛下怎么又有了要留小女子的想法呢？亲信和烦可是你真心愿意吗？陛下，亲信和烦赵君真心愿意。真心愿意，若后宫尽早召见，你还会倾心和烦吗？真心愿意，若不被打入冷宫，你还会倾心和烦吗？陛下，昭君后宫待昭三年，打入冷宫，昭君无怨，昭君只想为陛下分忧解难，边关不再打仗，我兄长就可以回家了。你可知塞外的情景，塞外的生活如何吗？听姑姑他们讲，塞外千里大漠，草原连天，马背为家，帐篷为殿，冰天雪地，荒野苦寒，家乡万里，一去难还。昭君呐，一请国色天香千弱之体，却辞别汉室，远去大漠，朕心甚是不忍呐。陛下，小女子已和胡汉爷相亲见面，陛下虽将小女子许她为亲，若中途生变，陛下岂不是要被失信之命吗？卿之所言不为无礼，然匈奴内乱，那日相亲之礼并未完成，婚约更无从说定，所以另选其他汉女和烦，并非是朝廷失信。更何况北河之变，先是胡汉爷统御局面的能力尚有不足，单于廷内部错综复杂，便说商酌，此刻让卿北去和烦，胡汉爷能确保卿的安全，朕不能不忧心呐。况而今大汉强，匈奴弱，胡汉爷多有仰仗朝廷之处，所以另选其他汉女和烦，胡汉爷是能够理解的。爱卿啊，朕知道你为难冷宫受难，朕知道后宫争斗决于至死，让心寒。
真对情扭夸赞。宫内后妃数个比，情与他们都不一般。金殿上一番话，来日将眼看。丞相之妙一些阵一时烦。情若能留寒宫院，此生伴君金玉院。花前对菊复唱断，月下弹琴品观香，世事沉浮不能暖。说一遍，昭君啊，我的爱情啊，你是走，你是留，平情一样。边关急速来报，已在前厅等候。爱卿啊，朕与卿相见恨晚，卿不能移呀、啊。今日之事也是为卿记忆，稍事前殿回来，再听卿慢慢叙说。
公绝不讲理呀、啊！失去的梦却偏偏却偏偏碰到我手中。腹中肠，我心感动。女孩家谁不怜这真情？我本当写皇上，还想重姓，却为何难消去忧心忡忡？书长安城失去十六琵琶声，陛下，爱卿啊，从你的琵琶声中听出了爱卿的心声，看来何番之事你心已决。陛下天恩，昭君甘愧莫名，只是昭君思虑再三，以为昭君应仍按陛下当初和番之策出塞和亲，而不宜留居汉宫。请问爱卿道理何在？陛下，那日相亲屡虽未成，然大臣予以书谕昭君朝野禁止，且那日胡汉也是主动请行，显示出了他的诚信和担当。
若中途生变，对呼汉爷姚氏尊重亦不公平，更与我大汉圣德不合。卿之所言不错，然匈奴内部纷争呼汉爷尚未平息，此刻让卿北去何番，朕怎忍心让心爱之人贸然去担此风险？陛下，皇庭权争历来难免，呼汉爷是多少年来最亲中原的单于，陛下自应该扶持他统领匈奴。昭君如约出塞，便是对他的肯定。昭君一入龙宫，一个助力单于平息争议，推行亲和，此乃家国天下之福也，陛下圣皇之功德。纵有天大的风险，昭君也义不容辞，扶望陛下三思。昭君他已犯法，堂前有杀，九尊也自愧为之动容。胜利错过了平定，强人下无尽力，失落败功。爱情啊爱情，此一举只怕是爱情既待惊醒，
苦心生。叫吧，叫吧，父皇，女儿，父皇，女儿。